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谢谢和弦。嘿，嘿，台中的朋友，不是你一个冲下去，害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不好意思，来乱了。不是你一来到一个主场冲下去，帮忙骂他。不会，我觉得很帅，超级帅。我刚在楼上看你们的歌迷粉丝超疯狂的。你们有疯狂吗？超疯狂啊！可是他们疯狂到一半被你搅局掉了，你有发现吗？他们准备要唱鱼了，被你搅局掉了，又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跟谢和弦一起唱一次鱼，好不好？你们 OK 吗？你们行吗？那我要喝一点水。我本跟谢和弦聊天。你们可以一起唱吗？喝同一杯水。我喝同一杯水。好，等一下这个会卖，好不好？你就等一下丢下去就好了。不是，你知道这个水有一种功能，你知道是要干嘛的吗？这么冷。好，今天我们在签名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这样撒，就像大家可以都来签名。OK， 我要讲最后一件事情。这么多年，你也还是没有变。对，我跟谢和弦认识，我们从2017年认识到现在，是百克摇滚的时候，他也有参加。你还是一样没有变瘦啊？操！对，那方法还是一样，还是这样啊？不是，对啊，还是一样。不是，有一个重点是，当初百克摇滚的时候，谢和弦也有参加比赛，但是我们第一名哎。Oh my god， 方法这么强啊！方法这么强啊！方法这么强啊！方法。你今天请他来，还跟他说我们得第一名。那个时候嘛，现在不一样啦、啊。他那时候是海平面嘛，谢和弦。没有，你是一句电话我就来挺了。对，他是这样，很屌。我一句电话，谢和弦来唱一下了，好啊，走啊，就来了。是不是？谢和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唱。准备好了吗，同学们？我刚刚看到你们从所未有的热情，我有点不爽。是我们胖胖团从来没有被喊过好帅，只有谢和弦好帅，奇怪。然后一二三，胖胖团好帅哦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好爽、哦，好奇怪哦，怪怪的。好了，来，我们情绪平复一下，同学们情绪平复一下。耳机里面有导演在骂人的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下一首歌叫做《鱼》，为什么写鱼这首歌呢？因为，哎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谢和弦懂，我懂。其实我们会找到谢和弦，是因为有一天我看到他发文，他一早上起来听《鱼》这首歌，其实某一段时间我。也是这个，我应该是跟他同个心情、啊、就是那个心情。什么心情？什么心情？我真的觉得那首歌很好听，超好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首歌叫做《鱼》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你要不要带大家唱？你的歌哎、欸。我是鱼。
是大家，我是来自南投埔里的阿公谢祥。好，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爸。